观众大家好，我是慕容优。今天我们玩的游戏是炉石战记，那就先开始我们今天的实况吧。那今天我们要使用的角色是法师，就开始吧，一般对战。太帅啦！好帅哦！ I must protect the wild. You asked for it. 这两张都不能用。哇，这太神了！帅哦，发光的眼睛，还有我水元素全部金卡，只有金币不是。不重要。啦。就是你啦，哈哈哈哈哈哈。好痛啊！可以这样哦，大大。所以我要用的方式是抽两张。上吧。好帅的盾牌。太深啦！上吧，结束这回合。哎呀！好痛啊！怎么可以这样子大大，对不对？水元素。还有大法师。Where shall I strike？德鲁伊要出来了，没关系，他灭了。你上吧！哈哈哈哈哈！痛啊！太痛了，那当然就是你上吧。哈哈哈哈！太神了，我的传奇，所向披靡，超越他。Where shall I strike？ 啊哈，又出来了。出来了怎么办呢？ Just me and Mr. Fighty。 好恐怖哦。帅哦。None shall pass。
For honor. Job done. <笑>太深啦。Put this apple on your head. Yummy. The eyes of the Earth Mother are upon you. Yummy.Ishne alo pura. I'm invincible. I am invincible. 黑骑士、水元素还有石怪分身，超强的。I bring life and hope. 啊，威胁哟，帅哟，不错不错，所以这位是要如何应付呢？直接攻吧，下回就结束了。I'm invincible. You require my assistance. Job done. Ha 太深了。I must safeguard the land. 太深了，痛啊！ I can see. 哈哈哈哈哈！结束了。